在华强北当背包客，一天亏几千块钱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啊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今年这个苹果15系列的行情确实是不咋地啊。之前炒得火热的15 Pro 还有15 Pro Max 都是价格暴跌，现在所有型号还有颜色都是比官网价要低的，已经是破发了。然后我们是有挺多之前收来的机器啊，高价收来的，然后现在都是亏钱，一台亏个几百块钱，这一波直接头皮发麻啊，然后拿到市场来直接一波给它清掉，直接卖给市场档口。每一台机器都是可以验的，全新未拆封，每一台机器市场回收的话都是会检查得很认真的，不要以为能过来这边混水摸鱼。今天拿过来是有十几台，然后15 Pro 还有15 Pro Max 都是有的，一台亏个几百块，血亏。都说今年苹果顶不住，没想到这么脆弱啊，还得是我们华为的遥遥领先。